们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他一定要吹冷气。杰米，哟，乖，杰米咪会叫哎。室温如果高于22度，那他们的呼吸道就会产生问题。高于22度，大概10到20分钟之内，他如果不舒服，可能就走了。一个月至少都要6位数啦。一个月。嗯，我跟物种的关系也都还是很好啊，接下来应该会越来越好这样。对，单身只是身份证上面的单身嘛，大家都还是家人嘛，过年也都在一起，其实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差别吧。说不定后面又会变回来，不一定。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接触一些高频的能量的。小白哥抱抱，王佑新养稀有龙猫银龙年，开宠物农场预告复合前夫。麦克，妈妈训练你跳哦，好不好？来，乖乖，乖乖跳。Yes. 是身家10亿的财富女神王佑新，除了养草泥马、羊驼，家中又来了新成员泰迪羊宝宝和俗称龙猫的绒毛私属 Jamie。不要乱跑！这龙猫的话是我朋友送我的。龙猫其实它照顾算蛮方便的，他们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它一定要吹冷气。Jamie，Jamie 会叫哎。室温如果高于22度，那他们的呼吸道就会产生问题。高于22度，大概10到20分钟之内，他如果不舒服，可能就走了。一个月至少都要6位数啦。一个月。我朋友刚好他们有进了一批泰迪呀，因为很可爱啊，而且他们也长不太大。现在在弄萌兽乐园嘛，现在在跑法规，露营区的法规啊，还有一些温室的法规啊。在台湾呢，做农场的人啊，基本上合规的是非常的少，因为他的法就是很复杂。我们现在在种果树，那他就是你的种植面积，比如说要种到40%，然后你才能申请，比如说温室。比如说我要种果树，可是你又没有让我申请水，光是申请观光农场这件事情哦，至少就要花2年。我有很多的朋友就跟我讲说，你就不要申请，你就直接做了，反正到时候再让他来罚就好了，这样子就变成是本末倒置了嘛。目前是独资啦，如果我要让人家开放投的话，是要战略伙伴，就是对整个是有帮助。如果只要投钱，我自己就有了，我干嘛要拿人家的钱？收你的钱，我还要分你赚，是不是？这对宠物好，但他2023年无法再对老公维持夫妻关系，结束了12年婚姻。我跟翁总也在去年那时候有办离婚嘛，有时候发生一些挑战也不见得是坏事。从我家以前18岁的时候就破产，负债1000万，面对失败这件事情反而没有那么困难。以前18岁破产的时候，每天打5份工，都是做劳力的工作嘛，早上送报纸嘛，然后送完报纸去发传单，发完传单去当餐厅端盘子，端完盘子去当家教伴读，然后晚上去夜市卖衣服。人跟人相处总会有摩擦嘛，就好像小时候父母爱我们是95%，可是呢，那5%就是对我们不好，或是说生气，可是我们就会放大那个5%。如果我们多去看那95%，那5%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好手好脚的，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去创造的。我跟物种的关系也都还是很好啊，接下来应该会越来越好这样。对，单身只是身份证上面的单身嘛，大家都还是家人嘛，过年也都在一起，其实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差别吧。说不定后面又会变回来，不一定。我会念大悲咒，念大悲咒。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接触一些高频的能量的。接触一些高频能量的音乐啊，或者是人啊，像我自己是每天都会习惯会做至少讲10件感恩的事情，我也会跟翁总一起做练习这样。三立娱乐新闻乐观的富婆啊报道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， 我是吴光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三立吴珊如，我是李婷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笑开心，笑呜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和你看，龙和你欢喜，龙和你多发财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和你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
今年会红，心态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。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。